都认为还是先等等。是，我有这个球是净算 N1 哦。队友传球助攻，台北战神丁胜儒率先抢分。台钢猎鹰林汉生试图阻挡，却让丁胜儒不慎摔倒，得到罚球机会，再拿一分。金恩超掉了，然后前面的快攻胡凯翔直接要了上去，再拿两个转换。防守转换快攻，比赛第一节还没结束，猎鹰突破30大关，13-30拉开比分差距。差一点出现失误，快想给到郭少杰，再回给金恩，是 mismatch 的机会。剩下一秒钟了，金恩拔起来后仰，是。洋将金恩状况极佳，在场上一个后仰投篮再次得分，猎鹰以60-40取得20分领先。假动作接进来，在当中球掉了，被点走。台北战神提升了他们的一个防守的质量了。战神积极防守，转换快攻拿下2分，让猎鹰赶紧喊出暂停调整状况。古毛速度加入，加上金恩，然后再回到古毛外线的3分球出手，再一个助攻。金恩再一次助攻，猎鹰外线再得3分，87-55拉开差距32分。古毛给到中间。简伟如这一球给到在禁区里面，眼看时间就要结束，猎鹰依旧维持领先，战神持续进攻，相差不到1秒钟的时间，孙思瑶在篮底下挤一下，这一球也是稳定的摆进，突破防守，战神孙思瑶拿下2分，但时间只剩不到20秒，猎鹰最后以112-90成功取得胜利，同时也是在主场比赛的连续第2胜。金星文综。